咱大家甲咱的李树斌乡长拜托，拍一个扑克者，正经啊，甲拍一个扑克者。三年外以来，我参咱原中乡公所，参咱的树斌乡长，大家配合非常非常顺利。过去我嘛无姻缘，老实讲，过去我嘛无姻缘，但是是安怎大家配合会当这样顺利？因为伊嘛是实实在在伫替咱原长做工作，所以讲，县政府有限的资源，咱钱要担落，你爱做物件做会出来，袂使钱但普通者我阿煞无去，安尼拍算。所以讲，这三年或四年以来，大个包括讲咱的治水的建设，较普通的建设，你参像讲咱的农水路、咱的路顶，这拢是关系到咱百姓普通的生活，咱的原长。但真济真济资源落去，嘛真感谢树斌乡长带领的团队，会当将这个资源的一日的拢甲呈现出来，对咱地方真大真大帮助，做得真好。啊，唔过咧，我啊都够，啊年纪都够啊咧吼，煞袂使阁刷落啊。但是咧，树斌乡长用上负责任的态度，伊会当拣出一个咱大家会当信任的人才，也就是李明明。要来继续打这个仗。李明明现职是咱学校的校副护理师啦。要做护理师无遐尼啊简单嘞，咱县府的护理师都必须要经过真长期公共卫生的护士这种的培养嘞。伫专业上，伊爱有迄个本领，尤其是嘞，要入去到学校的时阵，爱有爱心啦。那无爱心哦，这囡仔互你饲猪，咱看要安怎就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咱来顾囡仔，咱要教校父嘞，拢是上优质，拢是上有爱心的。不但是安尼，你也知影讲咱学校吼，老实讲，咱的人力嘛相当的有限的。所以讲，做校父嘛是家己啊做校父嘞，做校父佫爱兼行政工课嘞。所以讲，伫这行政的部分，伊原来有伊的历练的对。所以讲。如果若是讲会当予李明明来接咱李树斌乡长的这个棒子，我相信啦，将来我参明明中间这个合作，绝对会更加好，会更加顺畅。要做啥物工课真重要，这嘛是明明伊本身的一个专业范围内，也就是讲，咱婚姻观对老大人的照顾是全台湾第一名，全台湾第一名的这个老人的照顾方面。这不是凊彩公共的，这包括什么？包括咱地方所推动的长青食堂，包括中央交咱婚姻局来执行的长照 2.0， 长青食堂加长照 2.0， 这都是现在最夯的老人服务的模式。都要在看，来婚姻局照在看，婚姻局现在有20几间的食堂。拢有兼办着长照这些工作，咱县长都做了真好啊！咱县长的西征，那是第一名，第一名的社区，第一名的长青食堂，第一名的长照2.0的服务。当然，其他也阁有真侪社区，咱唔盲讲，明明那是当选了后，大家小约束，第一年，县长至少爱成立。5个长青食堂加长照 2.0 来照顾咱的老家，照顾咱家的老大人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不但是对老人的照顾，对囡仔嘛爱照顾咧。县政府这几年来对囡仔照顾做啥？咱第一，国小的囡仔一礼拜啉一摆牛奶拢免钱的，啊，啉牛奶要创？是安那无爱，互伊啉这個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都对健康都较无帮助啊！吼，啉牛奶补充钙质啊，囡仔当咧抽骨啊，补充钙质，这就是互伊啉牛奶的道理。第二点，咱对国中二年的查囡仔，咱互伊免钱来住子宫癌的预防针呢，各位啊，迄一剂爱7000-8000块呢，爱住两剂都要开15000-16000呢。一般的家庭老实讲开袂啥落去，啊，但是呢。因为注射预防针效果真好，预防率差不多将近要达到100%，所以讲这条钱政府来开，所以讲对去年开始，咱就开始伫咧注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注预防针。第三点，最近各中各小都注册了，咱大家做家长的人一定会感觉讲，今年吼这张注册单较无遐重啊，是啊，较无遐重咧，哇，啊，都省差不多1000-外块咧。
即卖教科书拢免钱啊，各种各小的教科书拢是县政府来负担。各位啊，这拢是要照顾咱的囡仔，啊，若照顾囡仔，这明明伊是内行的就对了吼。伊学校内底囡仔所可能会拄到的健康的问题、成长的问题，这拢是伊的专业。何明明来做咱的乡长，嘛何明明来替咱关心照顾咱的囡仔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